既然你们两个都愿意嫁给我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其实是个汽修厂的修理工，车和房子都是我租的，而且我还有个孩子。原来是个维修工啊！我就说嘛，看着不大有钱。您前面带着孩子，谁会愿意？是不是？你在我心里一直是完美无瑕的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产品经理，没想到你是个维修工啊，还带着个孩子。我想我们还是算了吧。你当初不是说你爱我，可以接受我所有吗？可以接受我的一切吗？可我是家里的小公主啊，怎么可以给别人当后妈呀？你没车没房的，我要是嫁给你，我爸妈肯定不同意啊。他们要是生我气了，就不会给我零花钱了。靠你能养活我吗？再说你也没有跟我说你是个维修工，还带着孩子啊。爸爸，你不要这个妈妈，她身上的味道一点也不好闻。没事，小宝。笑笑，那你呢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看到没，这个妹妹呀是个聪明人，正常人谁会愿意嫁给你这样的人啊？爸爸，都是我不好，耽误了你的幸福。宝贝儿，别瞎说，你永远是爸爸的好宝贝儿，就算是爸爸不结婚也要带着你。咱们走。等一下，这是我的银行卡，所有的积蓄都在里面，还有这是我的家门钥匙，这是我的车钥匙，我都给你。我虽然挣的不多，也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好妈妈，但是我会全心全意对你们好的。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，我喜欢这样的你。那你不怕我不能给你想要的？你不怕跟我在一起会吃苦吗？我不怕，我就怕不能跟你在一起。总裁，原来您在家呀！我们的新产品墨魔洗衣机清洁剂一上线就广受好评，我们要不要全面推广？要，当然要。总裁，阿成啊，你怎么没早说呀？我花你拿着。我如果说实话了，怎么看得出来到底是谁才是真正爱我的？这个墨魔洗衣机清洁剂，你拿去用吧。你刚来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你身上一股子味道。还有啊，你的衣服上都是霉点，你们家的洗衣机是不是很久没有清理了？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洗衣机好清洁。这洗衣机啊，如果长时间不清洁，里面的细菌数量可能比马桶还多，衣服不仅越洗越脏，一股味道，穿在身上还会发痒起红点。这款墨蒙洗衣机清洁剂专门添加了除菌剂，而且它是液体的，能够深入夹层清洗，洗完胶圈夹层明亮如新，杀菌率高达 99.9%， 除霉除螨，还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，就算是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也能清洁干净。每个月像这样清洗一次，洗衣机用着干净又放心，安全环保，洗出来的衣服闻起来还有淡淡的清香。这味道还挺好闻的，你是在哪买的呀？对，是头像购买领取更多优惠。